Normalmente.往前推，球，漂亮！这个球后面拉我，哇！胡文辉很兴奋啊。开一场之后领先的情况下，好球，就是在球路当中直接抓你，放的质量不够高。就是从对比来看，那古巴队加上他一，你只有体能肯定是要占优的，但其他各个方面绝对都是横山。不会发球失误，然后就觉得真的是很丑。还是给到后场，又还了一个。气势打的第一局他们输的也不小，那红山组合连续下压打网之后连冠，今天这个日本组合防守，中山的失误稍微多了一点，显得稍微有点摁住，但你的失误也多。再来一个失误，
很充分，再就是打了前面比赛之后有点累，这站觉得这一轮比赛对方没有那么强，所以就有点放松。你看这个连贯都慢了，有反击氛围太热烈，导致击球声音都听完全听不清。阿山三加万其实每一球打有又是发球失误，发球失误送了三分了。再好一点啊，今天日本组合的进攻，日本组合完全不怕，30岁不算大，哼。看来你是不打羽毛球吧。这个球发的质量不够，发高了。其实也没有必要退役，对吧？一年这么多站比赛，打个20站，然后拿那么几个四强，奖金就够了。球，这个组合今天整体的稳定啊，包括整个丢了的话，对鸭山三加万来讲，那么就可能会有点难。这个时候打拉开之后，防守抓到一些机会，那么。同样也可以再去，对吧，做一些反击往前。场馆很多那个是照明在场地中间四面是暗的，这更体现运动员那种主体感。其实这个运动员这样的场馆打起来也挺舒服的。我觉得今天啊，这个整体体能方面还。还是自己的失误。调整球都出现失误，看这明显跟不上了。空山防守，哎，这个球又放掉了，又落在街，然后呢，再等反击和他们的失误，对，轮转之后形成反击了，好球。位置上面，包括想输的，阿山，你弗罗拉的发球，发后场看发。
完全体能，我觉得还是体能有很大影响。这个球应该挺准的，这个球终于没有扑过去。这样扳平了，还是在发抢。这个是完全顾不掉，太放松，进入状态比较慢。老将进入状态慢也是比较常见的。再就是对方那个水平上的限制有限。这个比赛就没什么机会了，我觉得日本组合基本没戏了。前面这场比赛也没有对横山组合消耗太大。分球，防不住啊！这个场上基本上那个日本组合的得分，完全跟不上节奏，刚和对。现场的氛围啊，这样的话，横山组合在决胜局更是轻。